没有任何金属，它完全是用竹子木头。跟大家报告，这个乐团参加世界古王争霸，得到金古王，得到冠军的世界古王争霸冠军呢，掌声一下。不要怀疑哦，所以我们继续来做不怀疑的事情。16组最大的，在16组当中最大是哪一组？ 好，不用怀疑，对不对？最帅、最漂亮是哪一组？哎呦，真的！再来，最会唱歌跳是哪一组？哎呦，这样就对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的乐器琳琅满目，所以除了台上台下，我们要先为各位演奏的是台东。 你要永远记得有这样的乐团，是因为它完全是用在地的竹子，我们河床的竹子，河床就赤竹，还有这样的竹子可以做笛子。但是它每一座一个乐器都纪念了当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天佑台湾国家队防疫加油10种笛，也就是陈时中部长率领了我们的国家队，让台湾的疫情受到控制，所以为了要纪念，所以我们做了笛子。 时钟鼎，我们也为了纪念台湾的疫情受到控制，所以这个笛子也叫时钟牌鼎。这个是刚刚在等各位的时候所做的乐器，还有一个洞没有挖好。 这个洞挖好了呢，它就可以演奏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细数着这个国家带来的每一件重要的事，比如我们台风吹的时候，飘到海边的漂流木，我们会纪念那个台风，然后命名那个笛子叫着那个台风的名字。所以我们几乎把台湾最大的台风的这个。 带来的灾情用笛子来做纪念它的当下，所以我们做过莫拉克笛，我们也做过清洗台东最厉害的尼伯特台风。那这一支笛呢，叫做1017笛。各位，1017礼拜六，我说过下一次是2026年，再下下一次呢？各位，2037年。 10月17号礼拜六，好，我们希望这两次都还能再见到各位。如果我们的命场的话，再下下一次什么时候知道吗？2043年的11月17号礼拜六，我们还能在这边见面，一起见证曾经的美好。各位，像这样的笛子。 做的是天上会飞的，会让你想到那一只鸟，然后翱翔的时候你也想跟它一样，所以这首歌什么歌知不知道？对，老鹰之歌。然后我们要请我们的笛子手进场。